让爸爸妈妈打一起，阿扎玛打姐姐打洗衣的。我们来吃厨房，但是今天不用排哈，不用等待你，你来了直接就来就能吃上饭哈，非常好。我们这附近没有什么好吃的，就这个还便宜，还凑合着能吃。少喝点啊，吃面条吧。行。咱吃别的东西真吃不饱，得吃个面条能吃饱了。你就说咱能不胖吗？你这些老伙计，就吃点鱼。咱不爱吃鱼，吃点虾，吃点面条。你米带过来，他说来，他给这米带。不用撒了啊。这个面条怎么样？这个面条喜欢吗？刚才那个乌冬阿姆的喜欢。我吃饱了。一碗面条加几个虾就吃饱了。我不要一浪真棒啊，他弄的他白天面条爱吃这个面条是不是好，你快吃吧，都吃完的啊。那买卖好久没凑这么近的了，买卖快近点吧。姨妈都服务呢，估计能下心啊，旅游呢啊，他们所有一楼能服务开了呢，我他心都服务。那应该是四年以前了啊，我们俩就这样照了一张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有点沧桑了，特别是这老伙计。快吃吧，好好吃。师傅啊，他开，哎呀，够了。汤怎么热呀？慢点，那你就弄它吹一吹。吹一吹的吃，要不然烫舌头。这个是腌的鱿鱼。给妈妈尝尝。哎呀妈呀，好危险！你这他吃的差不多了。他这是吃的差不多了，快要饱了。又给爸爸尝尝，又给妈妈尝尝。要好吃的话，肯定不会这么大方啊。谢谢你，来去快吃吧，谢谢你。妈妈打大喜鸡，妈妈打大喜鸡。我也是。妈妈打喜鸡。爸爸打喜鸡。哎呀，爸爸没给我，哎呀妈，喜欢妈妈喜欢爸爸呀，你这是。哎呀，真是好孩子啊！又感俺闺女又感动了，又喜欢爸爸又喜欢妈妈。真棒，すごいね，真棒，真棒。すごい这真是看就天气热了，晚上这个时候是真舒服的时候。哎呦，你看看吧，我们今天晚上来超市买点东西。이친구아이스今天讲到一小年아이스아이란데아다시가我明天想包包子，我闺女想吃包子，给包个包子。走走啊，辛苦辛苦，过来，这就自己就走了，让他。那个不要放回去。你都不听指挥，我跟你说啊，不听指挥的话，就一样东西也不用买啊。跟好爸爸，爸爸在哪里？那你找爸爸，你上哪去了？次は、ママちゃん、香肠啊，香肠也想吃啊！哎呀妈，拿个香肠，放进去来，再不放我就不交钱了，不用买了。要不要葡萄？赶快选，选完了走。
你疯了，你是咱以后都不能领着你来超市。嗯，好满意哦。嗯，扶他自己去搞。嗯，看我今天买东西可轻松啊，有人拿袋子，嗯，有人看孩子。好，行了，走，啊，兄弟们走走。啊，过几个去开一点小，过过看了还一大堆的小，什么也不用拿，我就能买东西。嗯，哎呀，嗯，哎，坐，哎妈，这家的真是挺幸福，哎，还一起游，嗯，拜拜，哎呀，我快点，儿子都化，放冰箱里边，把这放着啊，留着明天再吃，放冰箱就化了，就剩那一个就行了。好了，化，你弄手拿啥了？这袋子。白酒。两张纸一。ちょっといい。いいよ。あの、何？一打一十。うん。我买一只打一十。下买一只打一十。呀。嗯。还是爸爸来的。哎呦，爸爸的好吃吗？来来，切个爸爸这个椅子给爸爸。你坐这个椅子。爸爸尝尝。啊，让爸爸尝尝呀。你想尝不得？哎呀，你这是吃着爸爸的好吃了。哎呀妈呀！爸爸，你那。阿姨了，好，你吃吧。你那尝还尝不得？吃吧。好吃。嗯。肉这个好吃。谁的好吃？爸爸的好吃。什么好吃？啊，都好吃呀！啊，哇，是吧？对。嗯。哈哈。好吃，好吃。好听哦，哇！哇，这是小猫拉大，还有谁知道猫弄？那你？我一起买哦，哦，陶器，你，陶器弄那个，你，嗯，这个开牙小。네나는이러러가이드하고어디냐마마네마마이거뭐그는슈슈이대상은지모기래니엄마엄마내가장요응好哇你慢点吃啊你不给我弄到处都是哈我最近也是吃多了洗手洗嘴哈哎呦把那个嘴好好擦洗洗啊呀，昨天阿给路，哎呦我的妈呀！我是加油，加油！我是。嗯，我已经，哎呀妈呀，你这都跟谁学的？你过来，我问问你，这两个人是谁？是我妈妈。嗯，还有呢？还有大哥。好，谢谢。好，谢谢。这都是谁？爸爸妈妈，嗯，那个呢？爸爸爸爸，爸爸，嗯，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的孩子，阿扎妈的，嗯，阿德沃，嗯，姐姐的是知道，嗯，啊，吉娃，嗯，汪汪的孩子知道，嗯，吉娃，嗯，奈的孩子知，嗯，真不担心，真不担心啊！你就说。妈妈十一他什么要睡觉了，你还十一他。